Good evening. I'm in North America. Good morning in Taiwan. Zao'an, good morning. It's a great pleasure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Taiwan Studies to welcome the director of a film that we're screening in Alberta. Her name is Tsui Yonghui, and she has made a really beautiful film set on Orchid Island or Lanyu, and it's called in Chinese 只有大海知道, or in English Long Time No See. And I'm here with Director Tsui and Jeff Wong, who is with our Taiwan Studies program, and we're just going to have a simple conversation about this gorgeous film and wish that everyone out there watches it. We're going to do this conversation in Chinese, 中文, to make it a little bit easier, and we'll provide the translation after we do this recording. 导演非常欢迎，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你交谈有关你这部电影，我们俩的很喜欢，觉得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也蛮高兴的，就是。 有这样机会用这样方式跟大家一起聊聊电影，这样子，尤其是在现在疫情，就是大家都不能出国，但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让电影带着我们到更远的地方。对对对，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了不起啊！我自己大概20几年前我到过兰屿啊，哦，山海都没有变，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真是改变不少啊，所以我是可以透过你这部电影去一趟兰屿，我觉得很棒。OK，太棒了。好，那么Jeff， 你要不要先开始？因为他是感受很深，然后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导演。这部电影介绍。 我们像很多人的角色，像是马纳威有老师，都是很多个多层角度的角色。那请问导演在拍摄这部电影的启发是什么？ 哦，启发，其实这些电影里面有三个真人真事，有三个真实的故事，当然也经过很多的改变。那最主要启发也是因为我去跟叶老师一样，我去兰屿玩，然后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因为喜欢那个地方，我就开始关注他们的文化，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住在。 都市里面，就是在所谓的文明的世界长大的，所以其实像去到兰屿这样的地方，对我来讲，那个触动是很深的，就是那种很原始的那种力量和美，然后跟大自然很亲近，还有就是那边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真诚，然后带给我很多的很真诚、很热情的那种友谊这样子。那最触动我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跟那边的人互动的时候，还有在看一些书籍的时候，我开始去了解到说近代的这个文明，就是譬如说以台湾来讲，近30-40年文明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快速的进步，其实我们很少去关注到说原住民朋友、原住民族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选择，是。 我们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然后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有点像是被强迫着，硬是被带进了这个文明这样子。所以这近几十年来，他们面临了很严重的这种整个生活模式的巨变，然后文化的巨变，然后人口大量的流失，所以他们其实要去面对和要去适应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其实他们也是最少被看见、最少被了解，然后最少被我们关心的一个族群这样子。甚至于在我们比较小的时候的那个年代，就是教科书里面那种对于历史的解释，或者对于族群的解释，对于他们都是比较轻蔑，然后甚至于会说他们的文，他们是比较落后，然后不文明的。
族群这样子，比如说穿丁字裤啊这些这样子，就是会用比较鄙视和嘲笑的方式去看待原住民的朋友。那一直到我去兰屿以后，我觉得最大的触动我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原来都不了解说他们经历的这一些这样子，然后我其实当时是觉得，很受触动，也很心痛啦，为他们所面临的这一切感到很心痛。然后很多人很台湾很多观光客去兰屿玩，可是很少有人，对不起，我觉得去兰屿玩，但是很少有人说真正的愿意了解兰屿或走进兰屿，大家都是去那边哎享受一下美丽的风景，然后拍拍照啊，就是买一些漂亮的什么项链啊、手链回来戴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算我们去那边玩，也大部分是在消费这些东西，消费一个异文化，在猎奇，很少真正的愿意去走进他们，然后去了解他们的感受和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生活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会想要做这部电影一个很大的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听到那个里面那个国小也有国小他们舞蹈队的故事，因为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让我觉得，当我听到那个舞蹈队他们第一次要比赛的时候，小朋友不肯穿丁字裤这件事情，我其实就马上几乎就是1秒钟的时间，我就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拍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就我当时觉得蛮心痛的，就觉得哇，小朋友是这么的不认同和否认自己的身份文化，然后他们跟自己的文化已经断层了。然后我那时候直觉联想到说，哇，老人家听了一定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是，但这些东西是谁给他们的？不是他们本来自己就觉得穿丁字裤会自卑，而是外面的观念给他们，就是是我们告诉他们说，这代表一种落后。然后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什么？所以让他们一直不停的被嘲笑，所以到有一天他们会觉得这个丁字裤是一个让他们自己是就低人一等的一个符号这样子。对，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不是只有丁字裤的一件事情，而是说我看到整个那种自我认同和文化断层是非常非常的严重这样子。那小朋友其实当我后来有跟那个故事里面的真实的老师去聊，当小朋友去，他没有办法去认同自己的时候，那他认同的是什么？他也许他希望能够去认同外面的世界，就是希望能追求说，哇，我要跟都市的人一样这样。可是问题是，都市的人认同他吗？也不可能。他在都市里能够找到自己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会两边的都不能着陆的，在一种那种失根的漂流里头。所以那时候我听到这个国小舞蹈队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老师在做这件事情啊，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是为了要带小朋友去比赛，然后顺便到台湾来玩，但事实上，他也用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开始有一个机会，能够开始跟自己的文化去做一些连接。那这件事情让我很感动，就不管是老师他对小朋友的用心，或者说这个文化本身，因为这样子开始得到一个复苏的一个机会，这两个部分都让我觉得很感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就当时就马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我一定要做这样一部电影，哈，把这个故事用电影的手法把它说出来，我在看你们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是。你还好像注意到很多细节，车祸，然后这个老师他受伤，然后这个老师他一来兰屿，他就面临等等的麻烦，像我还记得他在他的想要挂衣服的时候，他的衣服架掉下来，然后他。对，就是这些小细节，还有厨房的一些画面，真的让我想这个电影的真实性，看起来很高很高，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很棒。不知道蓝宇的人有没有看这部电影？他们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我们为了要拍这部电影，我们在兰屿就是大概花了四五年的时间，一直去筹备，一直去筹备，不是一直住在那边，
我主要就是利用每一年的暑假的时间啊，然后我会进去，然后在那边办小朋友的夏令营，然后让把，又把全岛的各个村子的小朋友都想办法集中到夏令营里面来，然后我会带老师过去帮他们做戏剧表演的训练，然后甚至于我们会帮他们拍一些微电影这样子，让小朋友一起去练习表演，练习表演。那后来到了电影前要开拍前一两年的时候，我也把同样的方式，就是用在成年人的身上，我就去招募一些在兰屿当地，哎，他们不排斥演电影，有点兴趣的朋友，然后一起来上课，这样子就帮请老师去开班，然后让他们来上这个表演课程，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其实是在兰屿经营了4、5年的时间，然后每一次这样子的经营，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要建立我们跟兰屿之间要有一个信任感，因为其实原住民朋友他们对于这种外来的，而且看起来好像是一些商业的计划，他们会有担忧，因为以前也有很多的广告或者是电影去那边拍摄或取景，其实做法上面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这么的细腻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给他们留下来的反而是伤害啊，他们会觉得说，哎，好像来拍电影的人都很自以为是或很傲慢，然后也不是很尊重他们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那边慢慢去经营我们跟他们之间的信任感和友谊。那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我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去田野调查和做功课这样子。因为其实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就写了第一个版本的电影剧本。写好之后，其实在台湾这边有得奖，我有去参加一个比赛。但是之后每一年在做这个夏令营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修改这个剧本，就是不停的去思考和去找到新的资料和感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个电影它会有一个真实感的这件事情，可能也跟我在兰屿真的经营很多年这件事情有关系。那也是我一个很一开始要拍这个电影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不想要，这样讲好了，可能有的人想到去做兰屿做电影，可能是因为它很美，然后有异国情调，那可能就是要把它拍得很唯美，或者说借助它的这些感觉去拍。maybe 爱情故事什么什么的，但是在我眼里面的蓝宇，我觉得它的美是在于很真实的那个感觉是最美的，包含它的山和海，我又跟我的摄影师说，你绝对不要把它拍得像风景明信片，我想要的是真实感。然后我觉得老人的皱纹比年轻的美女要美很多，所以像譬如说电影里面有那个老人家跳舞的那样的一个场景，这样子，我真的是真心觉得说，那个老人家唱出来的歌，还有他们跳舞的感觉，因为有那种生命的淬炼，那种感觉是特别感动，这样子。所以我对于所谓美的标准，我会觉得就是我会特别欣赏那种老人家的皱纹或者很破的房子，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兰屿真正的模样嘛。他们房子就是大部分都是。都不会是太好啦，然后一定部落里面东盖西盖，部落里面一定是零零乱乱，不可能像希腊那样子，哇，一片白色蓝色那么唯美，兰屿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我觉得，对不起啊，今天，我觉得破败的房子很美，我觉得老人的皱纹很美，这样子，这就是我对兰屿的感受，因为它本身。我觉得这个电影最重要是，它是真的真实的故事改编。然后我要讲的是很真实的心情，不要加进很多的人工的调味料或者是包装。我不能把它拍得像偶像剧，或者把它拍得很亮丽这样子。我希望能够把它拍得有一点点粗糙，但是是有厚度的，然后它的颜色是很浓郁的。这就是我看到的我眼里面的蓝宇。所以真实这件事情，一直是整个电影里面。我一直在追求的这个东西，我只怕不够，就是我只怕说我会不会
还磨练的不够，然后拍出来的东西还是会让兰屿的朋友觉得假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很重视的东西，也是为什么说我从第一时间我决定要做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决定说我里面除了那个老师，其他所有的角色我一定要用兰屿当地人来演，所以我们所有的演员全部都是兰屿当地人，而且都是第一次演电影这样子。那刚才老师问到说，兰屿朋友没有看过有，因为电影的首映就是办在兰屿当地。对，就是我在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将来电影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上映的那一天，我一定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回到兰屿去办首映。所以我们电影的首映是在那个国小的操场，然后我们就是自己搭那个露天的放映，然后那天非常的盛况空前，就是。几乎兰屿大部分的人都来了，就是整个那个国小的操场，因为它国小就是面对的海洋嘛，然后整个国小的操场，除了我们摆的椅子之外，然后包含旁边周边的草地呀、啊，一直到海边的那个围墙啊，全部都是人这样子。然后很可爱的是，我们为了我，因为我们之前就听说人会很多，因为我还没去的前一个礼拜就开始有兰屿当地的朋友一直透过脸书来敲我，有的甚至我以前不认识的，他就说就有人来说很期待，然后也有人跟我们讲说很感谢啊这一类的话，或者说哎我是开。咖啡店的，我已经公告了，我是开餐厅的。那天下午几点以后就不营业了，因为大家要去看《只有大海知道》。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台湾的朋友，他们是支持，知道我们这部电影也支持我们的。然后在台湾有赞助我们上映的，就是有 donate 我们上映的资金，也很多台湾的朋友特别为了我们的电影那天飞去兰屿，就是为了第一时间先抢先看到，然后参与这场盛会。所以那天我们在兰屿首映的时候，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啦，就是我们是出动兰屿的派出所警察来维持交通，然后就全岛的人几乎都来了这样子。然后他们很可爱，他们有的人会自己带那个躺椅，你知道台湾有一种折叠躺椅。Jeff 应该知道，就是那种折叠躺椅可以拿着，然后到了海边把它打开，然后就可以躺在那边看着星星这样子，然后一边看电影。所以很多人是自己自备躺椅来海边观赏电影这样子。哎，那当时也变成我们一个蛮大的新闻。所以我们是上映的前几天，先在兰屿首映，然后因为兰屿有我们所有的主要演员，我们的主演都在那边啦，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兰屿进行首映，然后兰屿首映完的3天后，我们再回到台北做台北的首映，然后大概2、3天后才正式上映这样子。然后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呢？应该说非常喜欢啦，就是一直到现在这部电影在兰屿来说，大家还是很肯定它，然后。只有大海知道变成他们一个，甚至有点像流行用语这样子。譬如说，哎，如果你跟我聊天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明天不知道天气怎么样，台风会不会来，然后我可能就会回答你说，我怎么知道？只有大海知道，就是他只有大海知道变成他们一个流行用语这样子。然后加上因为我们的主角就是那个小朋友，后来在台湾得了那个金马奖的最佳新演员。哇，听说那天晚上，当然我不在兰屿，我在台北了哦。听说那天晚上，所有人是守着电视，就是像过年一样。然后当公布他得奖的时候，全兰屿都在放鞭炮，这样子就觉得，我就感觉就是他们不是只是那个小孩得奖，就很像兰屿自己得奖这样子。然后很多的台湾的朋友因为这部电影特别会去兰屿玩，他以前可能不了解兰屿，他特别跑到兰屿去玩。然后我的这些演员朋友们会跟我讲说，就是有那个观光客来到兰屿以后，他们环岛一圈到每一个村子去找我们的演员，然后就问说：“哎，听说阿嬷住在这个村子，那他在哪里？”他那个里面演爸爸那个演员，他要跟我说，他不管在山上还是在海里。他都会被挖出来拍照，就不管他穿得多随便，刚刚从海里上来，也会被观光客拉着说，不管我一定要跟你拍到照片这样子，然后一定要他签个名什么的。那对，就是兰屿当地的人，我觉得是因为说，
他们真的感受到这部电影为他们发声了，不是只是来这边取景，好像只是蓝屿挖一些东西走，而是说这部电影真的有为他们讲出他们的感觉。譬如说，他们受到这种文明的冲击，其实他们的生活改变很大，然后他们的孩子不能够认同自己的文化，其实这是大家都很担心的问题，大家都很害怕和担忧，说文化一直在流失，然后孩子越来越离自己的那种民族文化越来越远了。这个是他们的老一辈人和中年人都非常非常担忧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在文明的世界里，其实他们一直是被瞧不起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心声，我觉得他们好像终于透过这个电影被讲出来。也有观众朋友回馈我说，他喜欢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原来兰屿这么好，就是原来他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东西。譬如说第一场戏，那个阿嬷跟小朋友在弄那个龙眼的那个戏，就在采龙眼那个戏。然后很多台北的观众朋友就会讲说，啊，其实他们拥有很多美好。我们是不可能享受到，就是兰屿的生活有兰屿生活非常棒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原住民朋友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来到都市工作或者来到都市念书，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跟都市的人沟通说，其实我的家乡有多美，然后我的家乡的生活有多美好，你们根本不懂那种好这样子。你们以为在城市里面逛街啊，打电动啊，看电影，这些就已经是很最高级的享受了。可是，也许更棒的享受是很自由的，在海里游泳或者上山去玩这样子。这个都是我们都市人不能体会的生活。那透过这部电影，让大家感受到这样子。所以，就是蓝宇朋友是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这样子。导演刚刚也提到很多，像是现代的原住民，就是可能会跟他们的文化有些脱节，或者是文化的断钩嘛。那在电影前一半里呢，那个纳威就是对于穿上这个达悟族的传统丁字裤，就是有些害怕，甚至是反对。那纳威在一开始也展现了他对于他原住民的传统舞蹈，这以及一些饮食文化，可能都是不太了解的。那我相信很多观众就是观赏完这部电影后，他们其实会察觉，就是现代的很多现代年轻的原住民群族都其实跟自己的文化、跟他们的根就是已经脱节了。那请问这部电影的寓意就是否有，就是有没有包含，就是鼓励更多新世代的原住民来更深度的明白自己的出处跟文化，还有更鼓励这些广大民众来更了解台湾的原住民？但我没有在拍片的时候这么积极的去想要达成这样的目的，因为对我来讲，我比较怕拍，我想说拍原住民的议题和故事啊，我不想要把它拍成有点像文化教科书，因为其实以前台湾有过一两部这样的作品，那我觉得那种说教的味道太浓厚了，反而电影的本身。他的情感的层面或者电影的高度、艺术高度反而会不够，所以我的想法是，我觉得我就是很单纯的在说一个故事。如果说我这个故事说得够广、够深的话，其实像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观众会自己去想，他会自己去延伸。所以其实我自己在拍片之初，我想的蛮清楚的一点就是，我绝对不能拍一个教条的教科书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很单纯的拍的就是人的故事这样子。但是我透过这些人物，就是老一辈的人，然后年轻的人，那年轻的人里面可能有在外地工作的人，有在当地的人，然后还有孩子一辈的人和外来的一个老师，这些不同的眼光来汇集一个处于近代兰屿的一个图像这样子。那至于说观众看了以后，他会 怎么去解读，或者说他会得到什么样子的体会，或者他自己做了什么样不同的，就是他自己开始有什么样不同看世界的眼光，我觉得就是交给观众。但是因为这部片确实在上映之后，其实他在台湾的上映也算蛮成功的。其实我们当初在拍，还有
还有在后置剪接的时候，是大家非常的不看好，就是尤其是台湾电影圈的同业专业的朋友，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原住民电影一定是非常的小众，它的观看会非常的狭隘，就局限在一小部分人这样子。那大部分的大众的观众是可能不会想要来看这样的一部片这样子。那可是其实上映之后并不是这样，就是这个电影其实是引起了还算相当广大的回响。尤其当时是在上映期间，其实我们在全台湾的那几周的票房排行榜其实是很前面，然后很多的团体的包场，还有就是几乎每一场，前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几乎全台湾各场都是停，就是坐得很满这样子。那我也被邀请到很多不同的原住民的团体、学校或者是社团去就是放映做映后座谈这样子，比如说大学里面的原住民社团，或者台湾有一些大学有原专班，那他们虽然不是达悟族，不是兰屿，但他们也一样是兰屿的一样是台湾的原住民族的年轻朋友。然后很多年轻的大学生就跟我说，他们看了电影哭到不行，然后想起自己的阿公阿嬷，然后。你们应该可以想象，就是说在那种原住民地区，爸爸妈妈出去工作，其实真的很多小孩都是阿公阿嬷养大的，因为爸爸妈妈都要去打工嘛，那很辛苦，就是很难说真的很多时间在家里，所以在部落里面，真的小孩很多都是阿公阿嬷养大的，这是在部落里面很常见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很多大学生朋友就跟我们说，哦，看了以后就想起自己的阿公阿嬷，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们就说，其实虽然这部电影讲的是兰屿的故事，但是也很像说出了他们的感受和心声。所以其实台湾原住民各族大部分他们的遭遇是差不多，就是说。他们原来最原始的那个古老的文化是瞬间的被入侵和被受到破坏，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文明化的进程，所以青壮年人都要到外地去工作这件事情，所以他们都同样是面对了分离这件事。然后不管哪一族的原住民朋友，他来到都会工作，他一定是工资最低的，然后一定都是最常被践踏的，就是最常。最容易被人家瞧不起的，就是我们以前真的都会觉得，原住民都是低人一等，而且会最容易被误解的，就是他们的很多文化，譬如酒的文化、喝酒的文化，或者唱歌啊、跳舞，或者他们很多生活的习惯，很容易被外地的人因为不了解他们而批评，就认为他们是懒惰啊，或者说认为他们，反正就会给他们贴很多很多的标签。所以在我们在台湾就常常会讲说，其实原住民都常常会被很。被就是有很多刻板印象啦，然后会被贴很多的负面标签这样子，然后年轻一辈和儿童的一辈的人开始那种找不到自我认同那种感觉，也是普遍的，绝对不是只有兰屿而已这样子。所以我到很多不同的学校去映后座谈，或者去跟他们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不同族的原住民的年轻人，那确实这部电影会带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思考。就是我觉得这电影肯定了原住民文化的美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文化其实有不同的观点啊，就是我们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面而已。但这个电影让我们看到不同的面，虽然他们很小，人比较少，可是这个电影也许可以带着大家去看到不同的文化观点，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能让他们在里面找到了他们的情感的寄托和一种自尊的提高，这样子。所以确实蛮多不同大学的原专班也好，然后社团也好，然后我经常会遇到不同族的原住民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原住民朋友在台湾是越来越会以自己的文化为荣啦。我不是说因为这部电影，而是说整个时代也有这样的趋势，然后这个电影也许有一点点推波助澜的这种效果。嗯，崔导演，非常谢谢你今天花这么多时间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拍这部电影的背景，还有你的启发，我觉得是很棒的。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拍这部电影，真是了不起，难怪大家这么的喜欢这部电影谢谢，我觉得
台湾对兰屿的人来说，也已经蛮远了，就是说感觉上台湾很远。然后我还有 Jeff，我们住在国外，我们更远，但是可以通过这部电影来增加我们对兰屿的了解还有一点还有一点点亲密感，真的很了不起，所以非常谢谢你。谢谢，OK，感谢，谢希望谢大两家位。都是享受这部电影只有大海知道，谢谢，谢谢，感谢你们。好，谢谢。那好，那也祝福你们平安这样子，平安喜乐，谢谢谢谢，你 OK，好好，谢谢叶老，so much. 师。It was so fun to have this conversation with you, about your film. Really, it was so lovely, a labor of love in so many ways. So, I'm so grateful,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e it and to show it to others.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Yes.，OK，好，拜拜，So, 拜拜。bye bye.